我们对这些不同的意见、不同的声音非常之习惯。事实上，我认为我们国家的所有的人都习惯听不同的声音，都习惯被批评，所以做公益本身不是为了赢得别人的表扬，当然我们也不在乎别人的批评。我们认为我们是代表中国老百姓，代表中国民间，代表中国企业界，代表人类共同的良心，给全世界进行捐赠。捐赠本身也许对别人帮助不大，但对我们自己的帮助非常之大。你要想去找那些刺耳的声音，这世界上永远不缺。如果你要想听好听的声音，这世界也不缺。但是你要听的是内心的声音，未来的声音，那些呼喊救命的声音。如果你想到武汉的惨剧，那么你不希望非洲有这样的惨剧，你不希望西班牙，你不希望意大利有这样的惨剧，那你今天所做的事情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尽自己的良心。我认为我们今天这些人有这样的能力去做，是最大的福报。